学折纸艺术，为生活增光添彩。你好，我是潘志燕，欢迎来到我的博客。今天我们来着第五款新型折纸。想要折出这种效果，需要用到正反两面不同颜色的纸张。在哪里能买到这种纸呢？在我的博客专门有一篇文章推荐。首先找一张长宽比为4:1的纸，把两个窄边折到一起，然后展开，把右下角向上折，大概用到窄边的3/4的距离，另一端也一样。然后把外侧的边向中心线折，然后翻到背面，把两个角向上折，再次翻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向下折，再次向上折，然后展开，从中间撑开，按照刚才的折痕把它压平，压成一个正方形，另一侧也一样。这时里面有一个三角形，把里面三角形的顶角折向底边，上面有两个正方形，把正方形的两个角往里折，最后把上面两个尖角稍微向下折一下。这样一款新型折纸就完成了。好，看了这个视频，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建议，或者是你想学什么样的折纸，欢迎到我的博客来留言，网址是www.折纸艺术.com。你也可以百度搜索潘志业博客，找到我们的网站，欢迎你来留言。